他对阿金是挺好的，哥姐帅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对阿金挺好，只是可能怎么说呢？舅妈害怕吧，害怕我把阿金带走了，可能是这个原因。那对阿金是挺好的，我。不能借，没借，没有借的，哥姐帅们，放心，怎么可能借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借嘛？因为第一，她男朋友我们不认识，是不是？第二，表妹她那个人都不稳定的，我们怎么去借呀？对不对，哥姐帅们？是不是？最起码我们表妹这个人没有问题，然后她的男朋友我们认识，是不是？这样的情况下，小杨去给他们借都可以的。你说我们也不怎么认识，是不是？然后像那样，我们怎么可能去借给他呀？是不是？除非是小杨真的这个地方进水了，除非我这个地方进水了，不然怎么可能会去做这种事情嘛？好像是5000米吧，5000米吧，哥姐帅们，是5000米，说是拿去做什么生意呀？那些是这样说的，说是去借点钱，然后给她的那个男朋友说做什么生意是个大老板呀，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反正我是不能，我不信的，知道吧？我是不信，坚决不能去欺负人的感觉，你以为是？好，谢谢。表妹好像昨天是前两天，对不对？前两天好像她自己是不是在直播呀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哥姐帅们？好像她自己在直播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知道呀？大老板在要借钱，我也不知道是她说的，是她说的，是个大老板，然后说是要借钱给她去做生意，是这样说的，但是我是没信。因为这个东西，我也不在乎，知道吧，哥姐帅们，我也不在乎，所以说我也没过多的去问。好像是那天我没在，然后我让他把我的这个直播给关了，是这样的。来，哥姐帅们，我们一起把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，行不行，哥姐帅们？把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里面去。要谢谢，下次我们不会借的，哥姐帅们，我又不是傻，是不是，哥姐帅们？我怎么可能去随便给他呀？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时候小号我随便用了一个，因为很多时候我大号有时候可能会关到小黑屋里面呀，我就准备用那个小号就给大家说，是这样的。已经分享了，好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还没分享的哥姐帅们，帮我们把直播间分享一下，然后让更多人进来，帮阿金和小杨点点赞赞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小杨，你是不是胖了？我感觉有点，等等，我感觉有点，这两天，我感觉有点胖了，但没事儿。结婚的话还早，哥姐专门。现在我们阿静，我们才认识多久嘛？才3个月，3个月不到还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交往才没多久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现在结婚的话有点早了，有点早了。我想让阿静完全了解小杨，对不对？完全了解我这个人了，他觉得我这个人没问题，到时候。说结婚、谈婚论嫁都没问题的，只是现在倒确实有点早，对不对？阿金太老实了，确实是的，因为他可能觉得吧，就第一，舅妈是他的舅妈，对不对？第二，他的表妹的话也是舅妈的亲戚嘛，他阿金的话，可能他不想把脸撕破了那种，
因为他不管怎么样，他不会去说不好听的话，是这样的。不然他都懂的，他都知道的。只是他的话，可能是不愿意去得罪任何人，是这样的。小杨说过的，只要阿金和小杨结婚，等到我们结婚那天，真的是到结婚了，我会在直播间里面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所有人在场的，不管多远，小杨都会给你们发喜糖给你们，行不行？是不是？要借钱我们就退出粉丝团，好像不单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事关这个群的意义。小杨没说要给他借钱了，哥哥姐帅们没说要给他借钱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，哥哥姐帅们，行不行？如果行的话，我们公平打个行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小杨和阿金确实我们结婚的话，如果哥姐叔叔阿姨们愿意，因为我们两个认识到现在，真的少不了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的帮助，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给小杨出的每一个次，就我应该怎么做，你们都会给我们出方法，出出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只要小杨，我和阿金两个真的成了，直播间哥姐叔叔阿姨们不管多远，小杨都会给你们发喜糖给你们，好不好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？但是不要误会哈，喜糖的话只是单纯把那个喜糖给你们吃就可以了，不是说是说把那个什么给你们，然后你们回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要明白，知道吧？好不好，各位帅们，你们要明白。是不是可以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可以？各位姐帅们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但上次我说把阿金带去和我父母见面。阿金可能心里还没有准备好，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我们那天就没去。但有的是时间的，后面有的是时间。什么时候能吃上喜糖？这个尽量吧，好不好？小杨尽量快一点，尽量快一点，然后好不好？然后抓紧时间，行不行？阿金还没见过，还没见过。但我父母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的，没有问题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去说服吧。在外面的话，像我们结婚那些，父母是一般很少去干涉的，是不是，各位专门？是不是？不会骗的，不会欺骗阿金的。这个就，只要你结婚了。你结婚了，我们粉丝就高兴。好，我一定会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行不行，哥姐帅们？小杨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因为小杨跟阿金交往，我不是说只是简单的交往这么简单，我只是肯定是为了往结婚方面去想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很多路啊，很多想法，小杨都已经想好了的，只是现在的话，我们两个还没有。还没有真的还没有到谈婚论嫁那个地步，到了那个我们彼此的了解没问题了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，各位帅们，你们觉得小杨说的对不对？小杨说的对不对？我是乐山的，我是乐山的。是的，这是他表妹，怎么治呀？来，各位帅们，你们说让我治治表妹，来，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嘛？你们觉得怎么去治这个女孩子更好，对不对？治她的表妹更有效果，哥姐帅们。对，不远，因为她都会过来的，因为这边她都会过来的，知道吧，哥姐帅们？只是他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，但没事，人家，我觉得，他那个表妹就是想玩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他的人是不坏的，人，我觉得他的人品就是感觉有点那种，但是人心是不坏的，可能有太小了。
你不要说是让阿金赶他走，他有时候还来赶阿金呢，真的，哥姐出来没？来，哥姐出来没？我们一起把小杨的直播间黄色这个地方粉丝灯牌帮我点亮一下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，哥姐出来没？还没加入我们粉丝灯牌的哥姐出来没？我们把粉丝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？小杨在这感谢你们，就应该狠狠的凶他一顿。对，有时候我凶一点的，他可能还是会有点害怕。如果他看着我生气的时候，他可能也会害怕，知道吧，哥姐出来没？他可能也会有点害怕。效果就是只要不拆穿你的事，他自己的事情他随时。对，本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像他到处借钱呀，或者是他耍朋友啊，或耍男朋友，或者耍的什么什么样的，我都一句话我都没说的。我觉得他这个年纪，因为很多时候没吃过亏，没吃过亏的人的话，你怎么去说都没用，对不对？让他自己去体验过了，让他自己去体会了，就知道，你不用你讲了，他自己都懂了，是不是啊，哥姐帅妹？他自己都懂了的。是的，阿金确实是，哥姐帅妹。还没加入我们粉丝灯牌的哥姐帅妹，我们一起把粉丝灯牌点亮一下，行吗？就小杨的这个手指这个位置，小杨的阿金旁边有个金家人这个粉丝团，帮我们把粉丝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没加入我们粉丝灯牌的哥姐帅妹，行不行？好，你要表态让丢外面去。行，哥姐出来没？好的，小杨会听你们的，行不行？我是做美业的，做美业的，哥姐出来没？哎，他们的话，他们也不会跑那么远，知道吧？他们也不会跑那么远，因为乐山从这边的乐山还是有一段时间的。如果不告诉他们在哪个位置，他们怎么知道呢？对不对？他们怎么知道呢？没事，像那个的，我都不担心的，我都不担心。划分有时候自己的底线，我自己能拿得住的，哥姐帅们知道吧？哎，怎么说呢？你说让我对舅妈凶一点，我觉得这个不好，毕竟是长辈嘛，对不对？毕竟是长辈，而且是养阿金长大的，就和阿金的父母一样，你觉得让我去凶他好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，哥姐出来没？不好，不好这样，因为小燕觉得这样是不礼貌的，最起码舅妈是从小养阿金长大的，就是阿金的父母一样的。你说让我去和舅妈说话凶一点，或者让他，如果我凶他的话，舅妈也肯定会凶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会吵，有可能会吵啊，那些可能阿金在中间的话可能会比较为难，所以这是我最不喜欢去看的东西，我最不喜欢看的东西。没事，舅妈他们都欺负不到哪儿去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只是有时候就耍的小聪明，但是真的时候他们欺负不了我的，知道吧？欺负不了我的，不是，只是说我觉得对舅妈凶的话不好，对阿金不好。对，你看很多人都说是不能那样，不尊重老人，是不是？钱是不会借的。不会借给他们的，哥姐帅们，你们放心，不会借，怎么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样的，真的，阿金懂事，太善良。那表姐我不行的，那表妹，那个是他的表妹，要对舅妈让她感到。好，小杨尽力好不好？因为哥姐专门你们知道吗？舅妈的话，其实她平时如果是她不生气的情况下是很好相处的，
只是有时候就比较贪嘛，就给他买一点东西过来，他就会很高兴，然后买一点他喜欢的东西，所以说，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也挺好相处的。只要他想，比如今天他想买个水果，我说小杨，你来的时候跟我下次来的时候帮我买一点水果给我好不好？我说买点水果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买，也本来也没多少钱，是不是？然后买过来，他舅妈也高兴，是不是？然后家里面也和和睦睦的，挺好的呀，是不是？我是最不愿意看到，就有时候舅妈凶一点，我也对她凶一点，然后阿金再凶，吵真的，我就最反感这个东西了，说吵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怎么说呢？有一句话就稍微退一下也没事儿的，是不是？稍微退一下。是不是哥姐帅们？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是真哥你厉害，或者我厉害，是真的这个没有这个必要的。对，如果不买鸭子，舅妈会不高兴的。是的，哥姐帅们。但是我每次过来，我都会给买。有时候我不买的话，我都会买水果呀，或者买点其他肉都会买。是不是？你说。每次过来，我两手空空的过来，我自己的感觉也会不好意思的。其实，如果是方法找对了，方法没问题的话，其实很好相处的，很好相处。对，我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有什么必要去计较吗？没必要的。除非是到了，你的底线已经被打破了，我觉得正式就不需要退了。不然的话，一点小事儿，对不对？一点小事没必要去计较，说平时，哎，给他什么什么地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需要去计较的。带点礼物给他们，会带的，只要是舅妈，只要是对阿坚好一点，对我好一点，到时候我还是会对他更好的，知道吧？还是会对他更好的。表妹的话，我不会管，我不会过去管。是不是我怎么可能会去管他表妹嘛？我手没那么长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最多能管阿金，对不对？能管他舅妈就很不错了。我不会说是我像阿金的身边亲戚朋友，我全部去管，我哪儿去管他那么多呀？管不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没责任去管，我也没责任，我的责任就是阿金和他舅妈，对不对？舅妈是阿金养，阿金他把他阿金养大的，对不对？